Thank you.
都能够身心愉快，谢谢各位。
我们接下来就欢迎一下我们李军副局长，跟大家说几句话。我们青年事务局的陈局长以及蓝专员哈，那我们管理所的彩华所长，那现场所有的嘉宾以及青年的这个参与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好。还有我们最敬爱的导览志工的伙伴。那非常高兴哈，今天能够代表市府民政局哈来参与这个共同来参与这个青年事务局举办的淘金精神的活动。那我这个想哈，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的钟烈慈哈，在市长的政策指示下。其实现在我们的忠烈祠定名为这个忠烈祠及神社的文化园区，那也希望青年的好朋友能够创作更多的更好的作品，能够在这里展出，那让我们的这个借由年轻朋友的热情跟活力啊，创作更好的这个作品啊，参与更多的公共事务，能够让我们桃园哈这个更进步，也让我们桃园的故事能够更灿烂，这个写下更辉煌的一页。那在这里跟各位报告哈，那市长指示政策指示下来，希望我们的神社园区能够活化再利用。那整个呢，我们民政单位呢就积极的去规划。那在3月18，我们忠烈祠修复启用典礼当天呢，我们就办一场音乐会。然后接着在3月8号到3月25刚办完一场茶道啊，那情境展。那接着呢，非常感谢事务局哈，青年事务局帮我们。在这个社务所呢，在延续这个展览哈，办理青年公共参与公共事务这个成果展。那这个成果展呢，我想哈，大家青年朋友有一个挥洒的空间哈。那希望我们这个这个社务所在我们这个所长的规划下，那除了春秋祭典以外，我们在第三季、第四季这个期间呢，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继续规划，提供一个文化飨宴，让更多的青年好朋友以及这个台湾呢更多的这个民众能够参与这个文化各类的各领域的展出。那各位现场的青年好朋友以及嘉宾来报告，其实我们忠烈园区呢是可以结合三民路正在启用的一个文化馆，还有就虎头山的园区啊，接着呢有一个虎头山的三圣宫，加上这个环保公园，这个一系列的廊道呢，其实我们是好好的可以规划成一个文化的园区，让更多的好朋友可以在这里享受文化体验。那这个也是市长这个用心规划的，希望更多的桃园市民以及全国的好朋友都能够在这个空间里面享受文化艺文的这个体验之旅。那在这里特别要跟现场的各位嘉宾好朋友来报告，我们每天呢只要开馆都有定时定点的导览志工服务，我们是不是给我们现场的所有导览志工掌声鼓励，谢谢他们无怨无悔的付出。好，接着呢我也预祝呢这个从3月29到4月30这一段展览的期间呢，能够圆满顺利，与会的所有嘉宾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
局长跟副座哈，我们准备来剪彩这样子。这个空间呢，走过两个时代哦，被赋予两不同的精神。那我们希望这个青年公共参与展哈，是一个开始。未来我们可以让民政局对于这里的空间活化有更多精彩的想象哈。那我们就请就是。好特别哦。这边先跟大家说一下哈，就说等旁一下，旁边有一个民歌的表演活动哦，那欢迎大家也可以到现场参加。OK， 好。好，那我们先剪好了，好不好？好，剪刀，那还有一把，还有一把，来 ，OK， 好 OK， 好 OK。来，不好意思，来，好，来，我们，1、2、3。好，谢谢，谢谢，谢谢。这个漂亮。现在的新民歌也有，我们旧民歌40年代、30年代，但现在不是推文创吗？好，那我们随着民歌长大的这一群人，现在都进入了社区大学，所以呢，我们的不但要回味我们的民歌，我们还要不断的复兴我们的民歌，所以现在这个也叫做校园民歌。我们都是庐山园社区大学的学员，所以我们的创作一样是现代的校园民歌，请您给我们支持，我会带来两首创作曲。好，我们最年轻的青年事务局局长陈局长啊，陈局长您好啊，哎呀，江祖蜜好，这是我庐山园，我可以再说一次，让大家更记得哈。我们是来自庐山园社区大学的樱桃爱乐社，我们现在呢都是跟着民歌一起长大的，但是民歌到我们这个地方要复兴，不要说怀念民歌啊，我们现在复兴文化，复兴创作嘛，这个音乐创作是不是很重要的？哎，我们现在这个樱桃爱乐社有社大的扶持，我们社区大学一样有大学民歌的创作哦。现在给大家带来两首蓉蓉我本人的创作曲，再过来就一系列的马拉松，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怀念的创作曲。希望以后我们所有的民歌活动大家都能够参与，因为我们桃园社大的樱桃爱乐社老师跟团员，我们通通都有听话，我们都不停地在做创作艺术音乐创作，甚至现在我们在做的是有数位化的创作。那请长官帮我们致辞，谢谢你。谢谢。我想大家已经迫不及待要听我们民歌的这演唱，所以但是我要就拜托，我不能说姐姐啊，拜托各位好美女，是吧，各位这个帅哥美女，这个青年，我觉得我们年轻朋友也要接这个，要衔接民歌这个时代，所以如果有机会我们大手牵小手，那我们也找我们一些高中或是大学一些吉他社或是这个喜好音乐的年轻朋友一起来学习我们几十年前这个民歌的风范，来一起来创作。那我们跟他们联谊。好，那谢谢这个帅哥美女给我们这个机会，来祝福今天的这个演唱圆满成功，谢谢。局长，您能给我跟年轻局长你好，局长亲临啊，那你要给我机会让我跟现在的青年人联谊，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创作传承下去，复兴我们的音乐民歌，我们在地的音乐，我们桃园人唱桃园的歌曲，来，最美丽的这个主持人以及所有的团员，我们陈局长，现场喜爱民歌的所有乡亲好朋友，大家早安。非常高兴能够，因为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也是
这个喜欢民歌，我想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喜欢民歌的好朋友，对不对？那我们非常感谢樱桃爱夜色今天能够这个完全付出好、哦、到这一个那么好的场地来为我们演唱。那我在想这个一定要跟现场的好朋友来报告哈、哦、我们市长在政策的指示下，其实呢我们原来这个地方叫中烈祠，那现在呢我们就定名叫做中烈祠及神社文化园区，这个棒不棒啊？这个地方非常棒，对不对？那要跟各位好朋友来报告哈、哦，这个文化园区呢，我们以后市长一定会结合我们这个三民路有一个文化馆，然后整个虎头山的园区，哈、哦，结合这里左手边呢还有一个环保公园，我们整个虎头山呢结合呢可以提供所有的好朋友更有一个休闲游憩的地方。那我们也在我们管理所的努力下会积极规划更多的艺文活动，让各位乡亲好朋友能够参与。那我们的这个新的民歌演唱是不可以少的，对不对？那我们继续以掌声来鼓励跟支持我们的樱桃爱夜色今天办理的新民歌演唱，新民歌演唱，谢谢，有新有旧，通通有。我们要不断的创新，我们是最乖的。刚才我听到我们陈局长讲了一句话，我真的很窝心哈、哦。他说年纪大小不是问题，心态热情年轻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对。好，那我们预祝今天的民歌演唱能够顺利圆满，与会的所有演唱者以及所有现场的嘉宾好朋友身体健康，阖家平安快乐。谢谢，谢谢大家，谢谢领导，谢谢你们的美言。今天我们一定会非常圆满的完成我们的音乐会。头先我会带来两首啊，蓉蓉我自己的新创作，就是我们新时代的校园民歌。我们哪一个学校的校园民歌？庐山园社大社区大学的校园民歌，由校园中的学员所创作的两首新现代，也是我要推广也要跟青年学子们一起联谊的新民歌。好，那我这边要介绍一下我的社区大学庐山园社区大学的主任，祖秘，然后我还要介绍一下我们领队的齐团长，齐团长在这里了哈，各招招手。反正我们很窝心，像一家人一样。我们今天开始，我们让音乐满桃园，樱桃爱乐。好，我们第一首歌，这首歌，好，是蓉蓉的创作，是歌词不简单，好，歌词不简单，是有一点原住民风。那我这一首要献给今天主办单位，渔港新娘啊，渔港新娘这个更厉害了，因为歌词呢是海洋文学创作奖的新诗首奖第一名哦，就我们台湾海洋文学创作的新诗第一名，张茂贤老师他的填词，然后蓉蓉我的写曲，出自于社区大学的新校园民歌《渔港新娘》。愿意和我携手去写
这城市天空，前尘是海洋，你那座飞的翅膀，你那鲜艳的彩衣，喜欢你穿着鲜艳的笑你芬芳，可爱可爱模样，迷人的水蜜桃啊。水蜜桃，甜美最甜美。
选民党，紧紧捧他手掌上。我清香啊啊啊，在台湾，在台湾，庐山元社大孔庙所长彩华，我们快要吃到水蜜桃喽。想你想你东方可爱可爱模样，一天都是蜜桃吗？粉了粉了脸庞 baby baby 容貌，不迷你被泡泡啦。呀那吼嗨呀，吼咿呀呀那嘿，呀吼咿呀呀那嘿，呀那呀那吼嗨呀。台湾的高山上有那珍贵的水蜜桃，轻轻捧在手掌上。吼咿呀那嘿，呀吼咿呀呀那嘿，呀那呀那吼嗨呀。吼咿呀呀那嘿，呀吼咿呀呀那嘿，呀那呀那吼嗨呀。有那珍贵的水蜜桃，紧紧抱在手掌上。哦，怎么样？我们台湾水蜜桃之歌还 OK 吗？谢谢谢谢哈，那就是我们在地的桃园人，庐山元社大的学员，我们最善良的桃园居民，我们自己的艺文创作，好，以后多多给我们机会，好，会听到还可以的歌啦，歌词歌曲都是啊小妹我创作的，这边好，欢迎来到台湾之宝，桃园之光。桃园忠烈祠也叫做桃园神社文化园区，这个地方在我们的长官的带领之下，现在变得非常的精彩。这个地方的宝在哪里？三种元素，第一个，这是台湾桃园的地，台湾的块木，台南崁溪的石头，还有台湾工人当初被征召被要求在这边来建设的元素。第二种元素呢，当然日本元素，因为日本在一街一神社的一个命令跟需求之下建这个地方。第三个元素，这个建筑物呢有看到唐朝唐式的建筑的风格，所以呢非常的精彩，欢迎各位来到这里。你可以告诉全世界的朋友们桃园之光在哪里，桃园神社，谢谢各位美女。不急不急，你别走，我要是需要有人讲话的时候你就出来导览啊，你的责任嘛。哎，你们轮流上镜头，因为我们这个串场是需要几活动时间的。哎，谢谢你，一定要有一个领导，我们一定需要一个导览志工在这边嘛，对不对？我们这么重要的活动，这么好的音乐，怎么可以不穿插导览重要我们的主题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导览，要推广我们这个文化园区嘛啊！下一首歌，我们开始带大家回到了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回到了我们真正念大学的时候啊。主任在摇头啊，我跟你同一个时代吗？啊，点头哈，我那点头就是同一个时代了哈。好，那幸会主秘，这首歌我献给您。看我把绿叶吹
潇洒。如果你是那片云，我愿是那夏雨。终于与你相偎依，于是我将知道，当我们决定守着你时，会是多么激励。如果你是男人，我愿是那沙滩。如果你是那真言，是那气候永远与你相恋，于是我想知道，当我们着你守着你时，会是多么甜蜜。当我们着你守着你时，会Uncle 马到后面，好，那我们这边再做一下一个准备。前面的
敲木呀，手掌伸在嘛敲木呀，长长的头发黑又亮，走起路来摇摇摆，敲敲呀嚓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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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向前走，回头看看一眼，向前走，向前走，回头看看一眼。满面的马子马鼻子大，小小的眼睛嘛歪嘴巴，这真是出乎我意料外，把我吓了一大跳。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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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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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走，向前走，回头看看一眼，向前走，向前走，回头看看一眼。这份缘是否短暂，化成云彩却是。
好，谢谢我们的彩玉女主唱，女高音哦。
小小的闪电，终于稀稀浓浓的闪电，你飞散发成春天，我们交织出一场深深的思念。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轻轻飘上你的红颜，la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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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偷走我的心。小薇啊，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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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偷走我的心。小薇啊，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小薇啊，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神社也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校园民歌比赛民歌活动，谢谢。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荷把秋刀在肩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云月在吹响，笑意写在脸上，风去相聚笑他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吹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不会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早已写在脸上，哼一曲相聚笑谈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吹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是我同伴，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也在吹响，还有一支短笛也在吹响，还有一支短笛也在吹响。